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赞美花园。今天的赞美花园要跟大家介绍的一首诗歌是《信靠耶稣真是甜美》。这首诗歌的作者史路易出生于英国，少女时就蒙召有做宣教士的心愿，她期望去中国传道，但因为体弱，所以就不能够成行。21岁时迁居美国俄亥俄州，4年后结婚，她有一个孩子名叫做莉莉。在莉莉4岁那年的夏天，他们全家去纽约的长岛海滩野餐。路易看着丈夫和女儿在那边挖沙戏水，非常的开心，不禁对自己说，我真是个福杯满溢的人，有一个虔诚的丈夫和一个可爱的女儿。正在这幸福的时刻，她看到一个男孩在海中挣扎呼救，她马上告诉她的丈夫，她的丈夫也随即跳下海去救那男孩，可是却不幸地随同海浪一同被卷去。路易抱着莉莉在海边嘶声呼喊，眼看着他们都双双没顶。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路易陷入痛苦深渊中，他屏蔽交逼，只有靠圣经和圣诗得着安慰。他想到恩友歌的作者史克文，他的未婚妻在结婚前夕溺毙，潘黛丝在失去2个儿子后写更爱我主。路易说，我知道上帝爱我，我所需要的是更多的信心与依靠，深信他的全能，他的引导带我走过那凄凉渺茫的未来。在那段凄楚孤单的日子里，母女相依为命。有一日家中已经没有隔天可以食用的餐食，路易以完全信靠的心向神祷告。次日早晨在门口就发现了一篮食物和一个装有钱的信封。路易对莉莉说，我们倚靠神，他没有叫我们失望。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歌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，曲调是寇伯克所谱。教会马可牧区在主日牧区献诗的时候，指挥林姿怡传道选用了这首诗歌以及赞美之泉的《我有喜乐》，以主曲的形式呈现。整首曲编曲甜美活泼，弟兄姐妹献诗时充满喜乐之情。腓立比书4章4节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真实的喜乐就是来自于信靠耶稣。这首诗歌的作者史路易因着对神的信靠，在患难中却能创作出这首喜乐的诗歌。如同歌词所说，何等快乐学会信靠，宝贵救主和良友，我深知你与我同行，从今日直到永远。弟兄姐妹，你学会信靠主，找到喜乐的秘诀了吗？愿神引导与祝福，无论在生命的何种境况，都能靠主喜乐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马可牧区所带来的献诗《信靠耶稣何等甜美》主曲。主的应许，他话语必然
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